大哥再选择一杯来。收几声是不是因为那也不能选我，你放心吧。哦，大哥选的这位是6458号女嘉宾，好，有请了。看到没？慢着，你6458就是缺了。对，该说了吗？说了。这鞋多少钱呢？这300的。这么贵呀？这鞋是好鞋，这鞋指定是好鞋。我叫张桂敏，来自鞍山，单位退休后一直在打工。一个人的生活再丰富，也总会觉得缺点什么。我曾经很爱的前夫，可是就在我照顾生病的婆婆和公公的时候，他却在外面又养了个女人。我开始尝试挽救我的婚姻，可怎么做他都不愿意回来，我选择了放手。接下来你会了解我更多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手上的苹果这么眼熟呢？这是男嘉宾给我的。哎呀，听说阿姨在楼下得到这个苹果之前好像还有个小插曲呢。对呀，我得难为那个男嘉宾了。难为住没呀？难为住了，我得你夸我一下呢。啊，给我做首诗吧。他就说我美丽大方，三点一日。哎呀，他说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说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阿姨，我们掌声有请女嘉宾闪亮登场吧。有请，您手拿着这大苹果就闪亮。咱家还在给我呢。是。自己愿意还可以吧。不太符合我的审美。对，我问一下男嘉宾，我这么高的个，你有什么压力没？他一看你比我高，我一瞅就害怕了。那你怎么还选我呢？那你怎么还选我呢？这个吧，越害怕越要选。是啊。害怕呢，害怕之中也有一分，有三分敬意在里面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敬意之中也有什么爱意，这不都是一个道理？阿姨都记得了。那么咱们谈这个问题，谈的就是谈，就谈情说爱。我比较喜欢女性个高一点。你家住哪？我是鞍山的。鞍山。我是虽然离异了吧，他也去世了。过了多少年啊？10多年吧。他就是外边有人了。就是说犯这种错误让人。他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，你绝对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说是人品的问题。